是他们正常工作场地，你们来这边围是属于扰乱他们自己。我们没有围，我们是没有围，我们属于老板，我们没有围，没有围，老板，见老板，来见老板，见老板，和公平工作，我们见老板。多算一下我那个时间。对，我不老算的，就昨天四个小时。你不算，我拿不到工资啊！你要拿什么工资？我为什么不拿工资啊？这干活肯定拿工资啊！你给我算一下。昨天才来，你拿。昨天来了，怎么就不能拿工资？干一天都得给我工资。我的意思是你要干嘛？给钱算小时。那你去找你的中介，你找我干什么？你好什么？好，那我找你。你找我干嘛？你找他中介啊？算小时啊。你给我算，我怎么跟你算？找你中介，你找中介找你。你干个锅巴，闪开！他妈的，你不给钱，你干个屁？你干，你干什么？你想干什么？给钱？怎么的嘛？不服报警？还他妈不给钱？老子怪你这臭毛病！下个锅巴去，叫中介。钱的，给钱，怪他臭毛病。我在这干的，昨天不给钱他就不走。去那边。说那么多没有用。去那边。你不行，你去干你自己过来。你去超市找别的也有生产。我不说那么多，我在昨天在干的活，你不服你就报警，说那么多没有用。干个锅巴你干。对，最厉害的。跟我说五遍，中国最厉害。啊，厉害！中国就是最厉害的，中国是最厉害的，中国是最强的，中国什么都是领先的，中国是最好的国。对，中国是最好的地方。啊，对。毛主席那些伟人是哪个国的？不都是中国的吗？对呀，哎呦，中国就是最好的呀。对，你说的太对。还有500块钱给他排列罚你。真的疯了，真的疯了，真的疯了，那边应该也疯了，不给走。哎呀，中风跟了，用功。员工中风跟了，他们都是挺追的，谁了？给时间等到后啊，烦死人喽！是仰山大桥啊，仰山大桥的桥底下呀，你们看啊，这塌方啊，我一开始以为只是普通的那种啊，这里面再塌的话，上面就会塌陷下来的，你看，这样子，因为这边是这个。填土填回去的，长此以往肯定要塌的，希望有关方面能够重视啊。两边都是这样，包括这边还有那头，这个地方要想办法把它搞好啊。
新消息，最新消息，看到没有？看到没有？最新消息，完蛋了，完蛋了！最新消息，第一时间，我亲临现场。今天是2024年5月1日，距离我们这个讨要工资已经将近20天，已经将近快一个月20多天。然后项目部远桥跟项目部的赵毅跟股份公司赵毅王建波关系好，项目部领导现驻现场的项目部领导班子敷衍了事，未处理我们这个事。今天是5月1日，等了这么多天，然后有什么不测，有什么意外或有什么不测，希望所有的关注这个事情的有关单位及所有的兄弟姐妹社会各界人士啊，一定要为我摊上，我讨回公道啊。他们赶的秩序很好，我没有推你，我们秩序很好，我们秩序很好，秩序人民警察应该是要帮我们也帮开发商，对不对？你要站在公立的角度啊，你不能这样啊，对不对？我们穷，开发商有钱，是不是？但是我们也是人啊，我不想死，只是医疗局不想死，不想死，你想想，